全体列队，跑步列队。 手术里面一个伤口吧，里边不用你管，你再帮我传话去，把枪给我。是。 把门打开！是。里面的人听着，陈总司令有令，立刻开门。外面听着，这里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，有擅自闯入者，我们就开枪了。开枪！把门给我撤开！ 毕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，如果发生冲突死了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娘们批的！陈总司令，你什么时候看我抽过烟？你们保密局的人就不能响应一下总统的亲政我运动？什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？连国防部的命令。 他们也敢违抗，他们已经什么都不吃了。从大门把窗口给我冲进去，都不许动！我有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，今天的行动不允许发生任何的冲突。执行组，到！每个人站到各个窗口。 用你们的神权执行军令。站长，行动！行动！陈总司令，听我一句劝，再等10分钟。娘西屁的，你们替条条归保密局管。 在北平这块块，让魏老子管。你也敢抗命，你端不走开。我这么做，既是向保密局负责，也是对陈总司令负责。你要是不理解的话，开枪吧。等国的事儿，全污在你们这些人身上。好，我就给你10分钟。 看好表，10分钟之后，你们再不开门的话，就开枪冲进去，赶阻拦的。
陈副总司令，有国防部最新的军令吗？我没有国防部最新军令，但请陈副总司令现在去门卫室接听电话。没有就不要再改口。王步臣，这就是你要的那十分钟。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北平站的站长了，要合作，一边合群。听我的命令。这是一号专线电话。 陈副总司令，请你立刻到门卫室去接一号专线电话。是。 建鹏同志，陈副总司令就在这儿。是。建鹏兄吗？陈总司令不要这么客气，称我的名，或者称我同志就是了。校长好吗？陈总司令指的校长是谁？现在是宪政时期。 请大家都遵守宪法。你是问总统吗？总统好吗？总统很好，已经在吃晚饭。是不是平津方面有紧急军情？陈总司令，要我请总统接你的电话吗？哦，不要。建鹏同志，千万不要打扰总统。那有什么事？能不能先跟我沟通一下？ 建鹏同志，你在南京，我在北平，这里的情况我更清楚一些。国防部调查组那个稽查大队有共党的内奸，利用你反贪腐的决策，配合共产党煽动学潮，把北平全搞乱了。调查组、稽查大队是我建立的，人员是我组织的。你说谁是共产党的内奸？方孟敖。 这个人是共党秘密发展的党员，证据。告诉我，他是共产党秘密党员的证据。现在只能说是迹象，种种迹象已经显示，具体证据，党通局、跟保密局会有详细的后续调查报告。那就是还没有证据，也就是说，种种迹象都是你的猜测。 建鹏同志，我是受总统的重托守着北平，我必须向总统负责，同时，也向你负责。抓我的人不跟我打招呼，没有证据，就说是共产党。你没有义务向我负责，希望你向党国负责。建鹏同志，我今天的行动是奉有国防部的军令。 这道军令是向总统汇报过的。总统有明确批示吗？你帮着另外一些人私自给总统打那么多电话，希望总统同意抓我的人，是吗？陈总司令，我希望听到你的明确答复。 建鹏同志，我也希望听到总统的明确指示。好，那就请你记录，在心里记录。是。成绩证，
是我的学生，对我还是忠诚的，也是糊涂，可以改正。叫他替我看好北平，严防共党煽动我军命运，尤其要严防共产党的策反行动，配合傅作义跟共军作战，不要去巴结别人。趟金融经济的这趟浑水淹进去，那就谁也救不了他。陈总司令，是听明白了吗？学生明白。陈总司令，校长对你还是信任的，听我一句劝，国防部那道军令暂时不要执行，将调查民调会物资和北平分行账目的责任交还给国防部调查组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明白了，江波同志。任务取消，你们都撤吧。新兵队前几地方。方站长，辛苦了。同志，集合！执行任务，应该的。还有任务需要你配合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快上车！快！